近日，有网友发现 B 站某位韩国 UP 主竟然是 Super Junior 成员李胜敏的妻子。在该 UP 主的视频中，李胜敏曾出现与爱妻一同录制测评视频，引发网络热议。据悉，李胜敏与金思莹于2014年12月13日结婚，后因闪婚等原因而引发了广大粉丝的不满。Super Junior 的粉丝会 ELF 曾发布公开声明，宣布在胜敏退出 Super Junior 之前，将无限期抵制 Super Junior 的所有活动。非凡娱乐，实时报道。